姐，你知道你的头发什么时候最好看吗？我扎起来的时候。不是。我染发的时候。不是。我做造型的时候。也不是。那是什么时候？只有长在你头上的时候最好看。你看看屋子里满地都是你和我老婆的头发，我怎么扫都扫不完。你不也是地上这些也有你掉的。姐，老公别吵了，给你们这个英国皇家植物园认证的洗护品牌，有迷迭香的洗发水跟护发素。迷迭香这是干啥的？它能强韧发根，懂不懂？就是防脱发的意思。你们要每天坚持用啊，省得我每天扫你们掉下来的这么多头发。味道也蛮好闻的，有点像柠檬的味道。这个瓶子长得也好看，谢谢弟媳，还是你贴心。老婆，我也要。你跟姐吵架，你还敢要？老婆，给你。弟，我的呢？在这呢。怎么就一个啊？还有。哎呀！我的羽绒服。我们正在直播，点头像进来。岳父，这是给你的。爸不白拿你的。老婆，你给我吃一口。不给。你给不给？不给。你别笑。啊啊啊！老婆，给你。老公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我跟你妈掉河里的话，你先救谁？这也太难回答了吧。你先救你老婆、你妈还有你爸呢。我的爱是能够让你一个人独自拥有。你们怎么才回来啊？老公，我们被抢劫了。我们刚才追贼去了。不是，你们被抢了什么东西？我包丢了，里面有5000块钱呢。老婆，人没事就行。人没事，多亏那贼跑得着急，掉了样东西。掉了什么？掉了个手镯。戴上去干了，好干吗？你。别！哎呀，老公，我想死你了，你有没有想我呀？走，回房间。不行，不去。你今天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？说。你别笑。我告诉你，你别逼我，你要是把我逼急了，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真的吗？怎么？你还不信啊？我不信。不信我干一个给你看看。等一下，有本事把你闺蜜介绍给我。